来台上同学要保持安静哦，我们的秩序分数随时都在计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NTV 韩流特辑，我是主持人冬粉，我是主持人睫毛。今天节目特别邀请了两组非常知名的舞团，分别是培根号和榴莲培根。等等，在开始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橙子焦糖这个团体吗？怎么可能不知道，他们这么有名哎。哦，那 ANG 会不会跳？当然，这是我最拿手的一首歌哦。那就 show 给大家看吧，欢迎榴莲培根的 AING。Fantastic Baby。
향기 붙어라 모두 모여라 We gon' party like 이리리라 可是我还想继续跳下去耶，想必观众也是同样的心情咯，所以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NTV